我妈妈刚跟我讲啊，她的厕所有一只超巨大老鼠。我跟你讲，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人，皇帝我要出马了。虽然百般的不愿意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身为男人，这个时候就是该出马的时候了。我们出发去处理那只老鼠，因为等下肯定不会有人跟我进去厕所，他们怕都怕死了。所以皇帝我就亲自上阵，好不好？掉在这边。今天的我是全家最勇猛的男人。来吧，老鼠。各位，皇帝我进入毒窟了。来了。我很紧张。我第一次跟老鼠近距离战斗，看到它了。那应该是没什么锁定目标。OK，Everybody， 战斗的时候到了，老鼠在这里，乖乖进来。你不要躲那边哦，给林北处。你们不要在外面讲风凉话。哎呀！那只老鼠非常的狡猾，躲在那个洞里。他躲在那个后面，看来只能使出杀手锏了。他不出来。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身为男人啊，我们徒手把他抓出来。他怎么拉那么长？他不出来，怎么卡住？他死不出来。我看到他抓他的尾巴。靠北哦，打开啦，开啦。英雄登场。现在皇帝要亲自处决这只老鼠啊！你是不是想偷看我妈洗澡啊？你这个老头鼠啊，你是想偷看我妈洗澡？各位可以看得到这只老鼠啊，想偷看我妈洗澡的老鼠，皇帝我已经把它抓起来了。皇帝我把它带到旁边的田去放生好了，直接丢垃圾桶对它来说好像有点残忍哦。OK， 那就来到我家外面的田地，那就是送它出去啦。你出去啦，看你娘，你不出去。这只老鼠不出去耶。大家可以看到那只老鼠还待在那边，你们镜头可能看不到，它就不动。OK， 我们今天的任务圆满成功，好不好？